原神启动。能给这个视频起个吸引人的标题吗？爆笑宅男异世界转生失败，神奇手游引发居民疯狂围观，不看后悔终生。现在的 AI 可不只是理解文字，它都能看懂视频了。这次我在测试用大模型分析视频信息的时候呢，突发奇想，试了一下让 AI 给 B 站的各种名场面和经典视频来点标题党，结果呢是一个比一个离谱。大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弟小伙伴请坐，我是林毅。上回弱智吧那个视频火了之后吧，评论区呢有不少说标题党的，我一怒之下啊又写了个程序，今天呢就让 AI 来表演表演什么叫真正的标题党。当然呢我就是这么一说，我有啥可怒的呀？其实我一开始只是对 AI 的视频理解，也就是多模态这个方向比较感兴趣，想看看能不能加到我的本地语音助理上，所以呢我就基于支持图像信息的 GPT-4V 做了一些测试。这个测试程序的逻辑呢非常简单，视频能动起来本质上呢就是一串连续的图像快速切换，所以把这些图片拆出来喂给 AI 呢就能知道视频里发生了什么了。这里呢可以拿我测试过的一个创意短视频做个例子。我很喜欢 B 站的 UP 主，他们呢经常会在一些不合适的场合做一些不应该的行为，而这类不寻常的影像呢其实呢很好的展现出 AI 的理解能力。我发给 AI 的要求呢是让他以纪录片的风格来描述视频里发生了什么，大家呢可以直接感受一下。在这密闭的空间中，我们仿佛穿越到了某个平凡却又不平凡的日常角落。镜头前一个身影在小便池前忙碌，他或许代表着早晨的雄鸡，叫醒了一个个沉睡的灵魂。周遭是沉默的墙壁和清洁的瓷砖，而这位主人公却在执行着他的日常仪式。他的双腿跨越着文明与野性之间的界限，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和节奏感，这就是生活，简单、真实，却又充满令人琢磨的细节。所以大家能看出来，现在 AI 呢已经能够理解视频内容了，这个想象空间就非常大了。比如视频内容的自动审核，还有策略更加复杂、更加智能的自动驾驶。不过从弱智吧那个视频来看呢，大家年底了，还是想乐一乐，轻松点。那这些复杂的呢，咱们就明年再说。我呢也正好再多做一做。今天呢，咱们就直接开乐。上次看评论区聊了很多标题党的事儿，但真论这项艺术的开创者，那还得是 UC 震惊部。不过江湖上呢，很久没听到过这个名字了。现在 AI 已经能理解视频了，那它能不能来一波文艺复兴呢？我收集了一批经典的震惊体标题，写进了给 AI 的提示词里，然后呢又找了十来个名场面，让 AI 去起标题。成果大家就直接看吧。想要更好玩的话呢，可以来点弹幕竞猜，看看能不能根据这些离谱的标题猜到是哪段视频。我保证呢，这些视频都是大家知道的，不会很冷门。深夜奇观，六男子街头裸舞引千人围观，真相竟然是。在这幽静的夜晚里，一支由六位男子组成的神秘舞蹈队伍正在进行着他们的夜间排练。队伍中，一位身材壮硕的领舞者展现着他的力量和优雅，他的舞蹈动作既有力又充满激情，每一个舞步都显得那么协调，伴随着某种只能在夜晚听到的节奏，仿佛是大自然在低语。忽然，舞蹈变得更加剧烈，领舞者仿佛成了这个小小生态系统中最强壮的狮子，率领着他的族群，演绎着夜的魅力。男生寝室上演惊天大戏，深夜呼救，眼镜男发飙的后果超乎想象。让我看看，不要！在这宁静的夜晚，戴眼镜的男子领着一位男孩进入房间，仿佛猎豹拖着猎物，他透过眼镜闪现着精明的光芒，展示了电脑屏幕上的内容。纤弱男生的好奇心被点燃，注意力完全被吸引，而戴眼镜的男子则踌躇满志，好似诡计已经得逞。室内的空气似乎凝固，两人的呼吸声和键盘声交织着，强壮男子笑得更加得意，好似森林的狡猾之王，而纤弱的男子就像是刚学会探索世界的幼崽。画面跳转，强壮男子笑意盈盈地离开，留下纤弱男生单独面对屏幕。最终房间恢复宁静，一切仿佛未曾发生，但我们知道这里曾上演了一幕关于诱惑、好奇和隐秘的戏码。全程热议，男子竟像西瓜亮剑，老板笑到肚子痛。有人前来买瓜。在这个喧嚣的都市角落，一场不平凡的对决悄然展开。一位买瓜的汉子疑窦丛生，认为秤砣不公，称重可能藏有欺诈，他揭发秤上的吸铁石，正义的火焰在心中燃起，他毫不犹豫地亮剑，要用事实说话。瓜摊老板一脸错愕，随后竟笑出了声，他的笑容中或许有无奈，也或许有释然。秤砣里的小秘密被揭开，肚子里的笑颜却怎么也止不住，冲突终将过去，而这份揭穿谎言的勇气，宛如生活中一抹亮丽的风景线。他之轻轻一扔，没想到居然，网友眼睛都看直了。
年轻人的头发整齐的中分，犹如森林里清晨露珠划过羽毛丰满的雄鸡，带着点自信而沉着的神采。他的装束简单而不失时尚，背带裤搭配黑色高领毛衣。突然，他手中出现了一枚篮球，充满活力的橙色在这片空旷里跳跃，就如同丛林深处跃动的生命。他跳跃的身影就是大自然那最美的旋律，这就是青春的气息，充满力量又不失柔情，就像大地赋予万物成长的力量与美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这自然旋律的一部分，无论是炫耀记忆还是享受片刻的宁静。绝密画面，老兵一锅汤引发的血案。啊，鸡汤来喽。在抗争与黑暗中摸索的年代，一位穿梭于边缘的日本特工谋划着一场看似简单却暗藏杀机的阴谋。煮鸡汤这一中国传统美食不曾想要成为暗杀的工具，而现在却暗含着致命的毒药。隐秘的光影里，同志们的面孔显露出疑惑与不安。然而真理的火花在黑暗中是不可遏制的，冷静的眼神背后，智慧与直觉正在揭开阴谋的面纱。终于，事实大白于天下，特工的笑容在一瞬间凝固。隐藏在温暖鸡汤中的毒药无法阻止正义的力量，真相与勇敢是这片战火纷飞土地上最令人致敬的风景。疯狂中年男子深情表白惨遭拒绝，怒吼逼停豪车争取最后机会。在这个都市的丛林中，我们见证了一场动情的求爱场景。画面中显露出紧张情绪的中年男子，带着期待与不安，用他全部的勇气面对着情感上的危机。汽车作为他情感宣泄的工具，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步工具，而是他挽回爱情最后的堡垒。他逼停豪车，放声怒吼，或许在人生的旅途上是无法避免的一幕。他的每一次挥手，每一句话语，都是对幸福最后的探求和挣扎。而这场都市中的自然选择，最终会不会如他所愿，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生命力，构成了我们这个复杂世界的一个又一个绚丽篇章。尺度太大，光天化日两男子竟在车里干那事。因操作不当造成发动机熄火一次。驾驶座上，男孩戴着黄色的马甲，如同身处乌托邦中的信使，承载着无数的梦想与希望。旁边教练的表情从宁静转为疑惑，最终停留在释然，仿佛在说，世界很大，少年，请随梦而安睡。然而，梦境的界限往往比现实更容易跨越。男孩躺下，车内的空气凝固，时间在这一刻沉默。他可能梦到了翱翔的鸟儿，或是远方吞噬一切的深海，或只是一次简单的逃离。我们都是梦想的旅人，在寻找那个能让自己闭上双眼便能到达的地方。百转千回后，也许只有在梦中我们才不会迷路。而当100次的转弯结束，少年，别忘了醒来，每个梦醒时分都是新的开始，驾驶你的梦想，继续前行吧。震惊全场，年轻厨师的秘制美食竟让美食鉴赏大师现场落泪。一盘大肠经过少年手中的洗礼，原本应该脱胎换骨，然而万万没想到，命运的杂质并未完全冲刷。评委的脸色就像一面镜子，倒映出料理中未经彻底洗涤的秘密。料理不只是一门科学，也是一场赌局。这位少年也许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将这份经历化为一道更精致的人生佳肴。那大家如果觉得好玩，觉得 AI 能看懂视频了，这事儿很有意思，希望呢能点赞转发，多多互动支持一下。这次呢就算是年底了，咱们轻松乐呵一下，剩下更复杂的技术讲解等明年大家休息好了咱们再唠。这儿呢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的遗憾呢都能在来年实现。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我是林毅，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没关系，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